东江客庄老客庄之间，由西路的老太家连穷下，古都的两片顺看到无穷样的客庄，也是一条鲜明的生活轨迹，每是一条充满智慧的道路。顺顺后两海南片弯弯弯弯的后文公路，两片顺的山从牛角穷样来分扬。清朝嘉庆22年。一片不出像流亡涉水的一体，故事就安样开始了。哦，你爱爱所在位置啊，吼，真危险，有可能呢会跌沙谷下落。你位啊，吼，亲像个泰鲁阁穷样，你位唔系泰鲁阁，你位系庙里个出王巷，真有名一只地方。等一下呢，我请一三人哦，好好来老爱。修改一下，唔滴请马上，阿姨请看一下哈。哎呦，小戴，哎呦，等下，安家，你滴哪一小戴啊？你嘿，哪一亚大毕业存照？哦，找对人了，请你这是莫错嘞，阿姨请你然后，老阿姨修改一下，阿姨有冇该特色耶？也系开矿村，嗯，最严实，也系。动物的景点啦。哦，用亚大比哈，亚大比哈，来到呀，可以讲破历史的见证。还有，改天呢，给他求助拆台了。对呢。是啊。有样没样啊，真紧啊！来年个重估高都紧啊吼，真紧真紧啊，根本用来破了要求，爱用啦，直接爱用。Lucky 啊，真幸运啊，做得看到啊哈！一般人家做最后位的事哦，那位是葵矿村，葵矿村用蛮有那雕刻啊。那日本时代啊，一旦发现石油以后，人力也都要来探勘石油。一旦位很多牛刀峡谷，嗰个出方向的游戏哈，嘿，进来，就到人牛刀峡谷，这个八角洞山的。较上头喂，龙泉山，龙泉山，后头是喂山米的，铜锣鼓鱼，铜山茶河的味。亚大米的哈，就全部油浆都吸到亚大米的，几大的油菜就到亚大方面来。哎呦，凡基法讲亚米青到杀油，俺咧俺咧交代下同你嘿。对，日本时代就发现到。个铁和油浆，哎，这下会流上油出来。哎呦，这下流出来啊！这下流出来，哦，哎，就包含全世界第二颗油井啦，啊，一下的是，以含有日本时代留下来的痕迹啦。夜袭的故事，就伫庙里公馆的出王巷，也是台湾最早发现石油的地方，含有一条。联络三个钟头的重要通道，有古道，哈，流浪路上浪向有古道不要入去。各位哈，日本时代的射神房，射神房，你捌看无？爱滴爱滴，共椅子嘿，日式澡堂，对吧？有日式澡堂，射神房，对，还有当初因为嘿，俺亚大毕业嘿，一下人家就讲个有一条出云古道，都是直接。通到石潭温水，我将带领你行行啊啦！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带到嘞啦！哎，村长，我们啊，从古到都前清重要任务就是去行个古道。出云古道，离在公馆乡、石潭乡、老太湖乡交接的位数，全长1.8公里，是早期联络叶山的总头的主要通道。起点就伫公馆嘅出王巷一片，因为石油分出源古土都系一份传奇嘅色彩。接下呢，就对油矿开发成立嘅开始，向村庄慢慢嘅讲本海家堂。哎，今半夜突然来，你阿要看乜嘅东西？我等来看系出王巷嘅铁后油浆啦。哎呦，哪位？全世界铁后油浆。全世界铁和油浆也无神山的，也神山清旧的，就是俺呀出王巷的油浆，出王巷还有神山点点。哦，所以，好来来来来来，好，
有冇该做点修改？接受那个剃和油浆的时间，真正的以为匠心嘛，匠心唔咩都要打比啊，你都要看那些要看下，看下这个看下，在主位旁边啊，顺风也顺风之类的，来尊敬的油心，你都会流出来。时间转到155年前，时年161年，这片流出了全台湾第一滴的石油，即便世界第一个美国民族油匠满了2年开采，民族油匠也已经停产了。不过呢，出黄行的油匠都紧还在继续开发咯。呀吼，我老公讲，螺丝头也唔要安尼啦，也系用铁来做的啦。以前呢，我都太硬的啦，太硬的。嘿，加个安尼吼，除油啊，来呀去，来呀上，来呀去，来呀上，油主要来去来啦。但是佮全部输诶，哈，土地输诶多诶，动太急。哇，就像阿福讲，以前日本人专门用洗脑器，洗脑器啊，加个洗脑器做诶。哦，也是后背磨安尼洗脑机的，用铁来做但唔会坏，变到本人参观的啦。参观啦吼，要做一只复刻版的。对对对，也是庆祝庆祝的。啊，真紧，因为台湾的人啊吼，冇看过那磕头机啊，那做了今后本台家看一下，用板取油。就做以前人讲啊，出外行的，硬硬的做很多太硬的，最容易啊能硬硬嘛吼。哦，哎，佮蛋糕吼，还有做个酱。给你作为江北人的参观呢，也是世界上无的啦，也是独一的。想象一下，画面照片放在长形的储油泵部，上下摇来摇去，像在荡秋的岩头啊。据说呢，一般就喊做海岩的。油浆开采过后，就会利用机来储出燃油。村长讲，钻井的过程十分的辛苦。古说呢，佮当工请了一位老前辈来为海家来收割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那只雕像有奖哦、这个。这个雕像哈，你从这边去看哈，哎，这是代代表人家，石油公司的钻井人员呢，这个精神。哦，精神的，精神堡垒。精神堡垒，也都叫做精神堡垒哈。你们讲了，也都象征级的哈，吃苦耐劳，对，你第一了嘛？那么解，痛苦，痛苦。刚才讲卡铁还没死哦，现在还不做嘛呢？我头发呀，头发呀，伊要受寒的时候，我薄要受寒，夹发呀，伊用夹个夹个做，还不个转机啊，减氧气啊，对吧？也有一只个样的，哎呀，头发个伊来的呢，操作个人哦，我使用。哎，他们说，哎呀，对起来，比呀歪呀比狠，那么一下就抬在地头，都要盘动人哦。哦。所以讲专讲技术人员啦，真给当辛苦，还磨骗呢。还作为十年，10年。10年啊。做多人家，实在不假。要有三村班，有四村班，有五村的铁行。要按照专管。专管哈，专管要按到某 Q 幺的尺寸。哎，对。好。哎，有胎匠，有水匠。熊叔，来问你哦，你看那痛苦啊哈，像俺哎呦，后生人哦，有个缺伞的哦，有办法拔一样无？反正讲来，一行系就特别打仗当心噶，摔过嘴啊，也系我痛苦啊，还动刀啦，也系有的帮我做动个专机嘅工厂，有的反正俺那个有出将，也一天就要出来了。哦，两三人工差唔多啦。两三人工有样无样？向叔讲呢，出黄行叶片有差唔多几百号嘅油浆，都系大将工按用一点一滴辛苦搓出来嘅。油浆嘅探测对平地一直延续到八角东山、梁上山等方，呢度房片重压。叶片还留下特殊的铁轨南茶。台湾出钱来，也都民国16年做诶。民国16年哦。日本人做诶。哎呦。全长550公尺，也台湾就专门也下不很多白料。白料。佮东方都南料。白料南料。也流浪哦，就完全就做一下个工作人员啦，做器材啦。同地。马家就做。赶忙有几条路，就唯一的主要条路，
那个时期就用蒙眼浆啊，我就用天花脸了。哦，挨买营养，反正养挨东西最黏的，哎呀，哦，好棒的，防霜衣，防霜衣，啊，加一下个流浪，姜还有加个用钢索，钢索，哦哟，钢索，用来，用来，来的时候几一天几磨皮打皮啊，磨怎么打皮嘿，嗯，打皮就磨损行个厉害，哦，也说利用也加有很多电轮了，电轮。加起来，加要不转嘞。哎，故说你看要要煮要煮嘛个了，要煮黄油。故说你只空啊，就是不用黄油，大黄油，大黄油，底下底杯，然后练了就会转，就会转。然后那钢索，加嘿嘿，用那大黑资料蛋糕安用，加起来哦，好嘞安用，好嘞安用，莫爱碰个要滴奶安用。对对，莫不全部滴奶。啊，就会给钢索就安用，嘿啦嘿啦，还是把说。我也当他有使命感嘞，真的哦，哎，也嘛是亲像个古道安样干，对，有感情嘞，有道路，哦。假如讲到千河，也喺虾米遇到开采石油所见嘅无穷样嘅古土，早期嘅龟土是用远亲考古嘅详细嘅来做证目，两片船呢吞到慢慢嘅石坑，方正又耐用，一个龟土顺风嘅一件物嘅。所以讲，喺百年前出无行叶片嘅救命树哦。历史唔会建筑，救一无所，救一无所，救一无所啦。要多条反正冇变化。哦哟，出还不卖哦，救一无所。一无所，嗯，你不是说一九零五年就开始？一九零五年，唔错嘅经验。你看，呀。有人用餐的，有人用洗脑机，像鸭也是用洗脑机啊。那啥哈，要虫子要虫子啊，哎呀，给五分路嘿，然后按照边那边，边那边按什么流坤道嘞？用那个竹的，一竹的。多嘞啊！哎呦，这么个上方啊！哇！哦，出房行。出现骨头开始的嘛？哎，他演的叫做公馆。哦，看到这位公馆。我按个上去的，这很猛的哈。哎，就铜锣。铜锣。所以也可能演到。公馆铜锣，同你看得到。看得到。还有出房行。出房行。要多条反正没变化。哦哟，出还不卖哦，就一无所。一无所，嗯。你不是说一九零五年就开始？一九零五年，嗯，这么久年。你看，鸭，有人用餐的，有人用洗脑机。像鸭也是用洗脑机的。那啥哈？要虫子，要虫子啊！哎呀，给五分路嘿。然后按照边那边，边那边按什么流坤道嘞？用那个竹的，一竹的，一夹的，一片呢？熊叔。那义乌所啊，吼，平常时喺乜街生黑多？义乌所佮针对个对象罗山港，作为石油公司的员工，佮佮个建筑师傅，石油公司诶，对，就一般人家罗巴乡要租地啦，要哦，要其实可以租嘛，就因为感冒啦，外伤啦，还木租不嘛个大多啦，其他你讲太较太个吼，全部按老板啦。哦，还会送出去，我还能有汗呐，还有汗，哎呐，哦。一件衣服所，做得讲系为到工作门前嘅大匠工来设置嘅。家下乡俗有讲过，砖匠嘅时节床头本机器大多，系用外伤，一片呢就做得做粗朴嘅纸屑。除咗医疗所，一片还保留落雪沙，资料室，希望做得离台湾嘅油矿开采。留下珍贵的历史。哇哦，你看，哦，你啊，从你有讲的哦，哈，都打开来的啊，哈，呜，看起来海阔天空啊。哎呀，也爱怎么讲？像那个下边有木工铺，有茶库，有菜酒铺，后边还有人家，哦，后边还有人家，后个也有八公，好。这片头摆啊，是种植青菜叶类的奇密个人之奇，
亚太家都做在里面刻山看风景，真见是物办生意，沧海桑田啊！了解先民开发石油的历史，沙来挨到听听村庄来到出望行的上方庙，这一片老出源故土，还有石油没有动物质的关系哦。刘先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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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问题要问你的啦哈。你看咯，艾莲啊哈，台北的唯有个上峰庙，系冇？系。哈，拜个上峰爷。系系。啊，那位啊，庙里那位呢，有个出王行，系冇？啊，有个出王行的上峰庙。啊，那两张庙有乜个冇共用的啊？上峰爷是应该是系共用啦。哦。但系艾只艾位的上峰爷。嗯。给来年，有老一个中国石油有些的演员，1878年，嗯，噶下呢，我系地方的先民，很多小阿牛，也都参加下个矿场的检查是卡出的喂，给河坝大乡发现到一幅的流亡啊，当时就福建省的中毒。很多拍文相啊，佢就出一张被开采的证明，啊，还好佢就第二开采。邱阿玉得到批准开采石油过后，发现叶富强嘅原住民有出错嘅习俗，呢度人身嘅安全，佢当当呢对广东嘅煤烟、工厂、三凤爷来一片证书，希望采油嘅工作做得顺利平安。刘先生，艾莲然后从古到多近啦，我去刻个出云故都，吼，艾莲我去刻啦，啊，艾来老了神凤爷拜一下，你就得报批一下嘛。OK， 这当然会啦。当然要有吼。来到一神经之所，一神凤爷一天会保佑大家。哦，那用清好，清好，清好。啊，还有一只很重要的问题啊，吼。出云故都在哪位？古道就呀，神凤爷一照片。哦，差不多100公尺的个单位吼，嘿，行光爽。安全哦，哎，拳拳呢？拳拳啊，拳拳就拳下去啊。啊，好啊，好。来，抢，两位，两位啊。一离开镜头，刘先生、刘村长就留家园俾十里，因为呢脚啊磨夹磨实，多数天然出源骨头，就会麻烦骨头的专家了。小黑，哦。哦，哎，对，碰到你，那你啊，没有错，某错亮嘞，之前矮人啊，从古高都几枚顾问了哈，先生你好，好，各位朋友好，哎，你好，亮矮人的位置是哪位？呀，俺的出王行当哈，出王行，嘿嘿嘿，出云故土，哎，出就出王行嘛，出王行都。法云寺，法云寺，法是哈西就文水，哦，沿了就都太湖嘛，太湖，所以亚条骨头其实佮开发有一两百年，哦，按旧哦，因为以前先民的开发它哈，嗯，第二来到法云寺，法云寺给它慢慢发现太湖，然后再开发，不过亚条路湾呢，佮主要是出往行的油矿。发展以后，慢慢的行下多年。其实亚条路一讲，因为人家看了下吼，规则的，个后龙海，个海国就溪谷哎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位王定琼先生从事乡土文史工作千多年，是行过台湾几百条的古土，是千有名的古土专家。他讲呢，啲无台陆线的旧年代。出完骨头就会公干来回石潭温水，再到太湖的重游路线。先生，有电呢？阿曼啊！啊，要在咸鱼的指示牌。哦，大家有看到？你看那指示牌。右边是出房行。出房行。这边法云寺。法云寺哦，档口右下呢。右下。你看，班店中860公尺。哈。简单呢。简单嘛，都行下。哎，有意义就冇简单咧。我同讲下，有只私下茶，那只下唔错咧。很多出王行。王啊，黄啊。出那个硫磺的硫磺的黄。因为以前人哈，
沙油叫安尼黄油。哦，系啊，黄油啊，出黄油的地方。所以出黄行以前安尼硫磺佛。哇，硫磺。硫磺佛。你下唔？一顿下茶。下茶。观众朋友可能一度透过那么出矿行。出矿行。给唔错。爱出黄行。哎呦，真棒。连家长牌都下差，你看连那牌都从你下唔错哎，还有你嘞哦。嗯，以后啊，看今后行啊，慢慢行就都对。哎，还看到俩你青岛煮的哈，也还蛮该煮啊。贵族，贵族，贵族，贵族啊，先生，那贵族啊还很做得做蛮该东西。贵族的用途一番呢，客家人的想法当中啊，佮以前可以做磨染啊，佮磨染就农些盐的啊，七八年用的哈，做菜啦，盐太太，要做本鸡嘛，做得用，也做得用。其实人家面前的温水海嘛，温水溪就后龙海的上游，佮在民国四五十年啊。也有的产业一特殊，下工特别多。哦，下工，下工都用来制作的啊，做多的，做下工的龙的，人都讲河的，哎，河的啊，河的将来，给水流，爱用流，流来给下工一批就存的嘛。全长1.8公里的出云故土，蔡天仁习惯很易做出黄行家。早期福建的六卷普遍训练，要从头行一条山路，故说要本人喊做六卷葡萄。条线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到了啊！真的。哎呦，就慢个张望啊！可能远。哇！哦。那么出房行。出房行。出云葡萄开始的嘛。哎。他原来就是公馆。哦，看到这位公馆，我们按个上去给他望的哈，就铜锣，所以也可能一点多。公馆铜锣，我们看得到，看得到，还有出房行，出房行，在一直线上面。去到出云古土的最高点，所有的风景看到清清楚楚。王先生讲，过了一片终点站就没一烟流。哇，哦，好嘞。也就出云古土的终点啊，不多呀，啊，也就一只一有历史的梵云寺，你看那腹地青苔，青放神也看到啊。梵云寺是早期台湾四大佛教圣地之一，师徒的太上宝天佛师拍玉台佛，高九尺，是全台湾最大的玉佛。哦，都矮了，你阿妹吼，请讲哎。泰山泰水呀，像以前挨到店的哈，卖个做卖，做小毛上山啦，以前做哪样，装一个塔皮。哎呦，塔皮还两只脚趾哎。哦，有看到嘞。脚趾光，我会夹个那位哈，遐安尼点的位。两只脚趾头按用大傀儡啦，吼，上山就按用。给 off road， 给适应给地形。也无卖，也卖纯的都纯一手啦。可能你这经营的重复高都钱哦。啊。哦，都矮了，你阿妹吼，请讲哎。泰山泰水呀，还有那法云禅师，俺讲过有困风水。哎呀，先把国家公园加潘师出租的呀。等一下，你看喽，研磨的蛋糕下嘛该。雪霸国家公园呐，你亲叔的替缝这些两位。对，俺做给他做志工了。哦，亚到地方哦，从亚就讲，也后龙海的水源提最重要，有三条。海合众下，一路山山水水哈，然后先民来开发，留一道古道，古道哦，像最有名的马拉邦古道，早年一片的先民，系讲对公馆入山，寒天走水去，顺等后龙海河八路来行，
一天风水期呢，就顺着爱条金本院的路线来到石塔台府。经过两点钟的时间，爱条完成呢出云古托的体验了。行路很暗旧哦，都是摇嘞。俩又看到一家杂货店，古色古香，清丽灰，落去买一下东西，试一下喽，耶！哦，都是摇嘞。哎，小戴，你又主动来了。村长，来，村长，你有没资料费啊？哎，我就还对啊，要做我爹们。啊，那你也爹们哦？哎，那就对了，省法。你这样省法？对对呀。哎，村长，你又开一个杂货店了哈？哎，我从海上开到一下。哎呦，几多年了？我开了36年了。36年了哦，啊，你几多岁？哎呀，六十多岁。我后生时节，一大批的矿庄和东东人的时节哈，还有卖欧玛给，欧玛给你比较多嘛？干嘛？嘛干欧米亚给俺的呀，欧玛给嘛干。最近日本发了，就是小孩子抽奖的，啊，抽奖八几块呀，几块的嘛，气球哇，还气球，八几块啦，哦，八糖的啦，哦，但我又加两光源啦，那个大奖啊，我要去按你去搞，也一样啊，张，可是。生产研究派，像以前我都点的哈，麦克中麦，麦克中麦，整鲜，整鲜麦麦，嗯，哈，个水饺桶，哈，麦油啊，全部都有，麦克塔饼，哎，村长，麦克是塔饼，眼睛见唔见？哦，塔饼我老唔记噻，我一头，以前当然也得出山的石油清楚咪啊，但是。我一头阿公啊，我来办到一头米，主要来种香茅，种香茅上山啊，以前就拿一个做一个塔皮。哎呦，那个当然庆祝的出海，没办法，塔皮还有两只脚趾嘞。啊，有看到嘞。脚趾光，各位加个那位哈，还按你点那位，那个，啊，都出海嘛。出海嘛，没经验啊。出海嘛，出海嘛，你看那。都办到塔皮。塔皮，你看那脚趾头大块了，哎。哎，都两只脚趾。哎。那种上山啊，哈。唔会跳到，唔会嘅。两只。脚趾头按用大傀儡啊，吼，上山就按用给 off road， 给适应给地形啊，吼，按用这唔会抽到。以前还卖动作案呢。哦，啊，俩很油卖。俩冇卖呀，卖纯的都都纯一手啦。从古到都紧，麦该很紧，俩扎子很紧啦。你看，落条摆硬，然后佮底按用脚趾头大傀儡是唔会抽到。哎，专门装啊。做错鞋。上山的人啦。做工嘅，嗯，可能你啊，真系真正嘅从古教到今哦，啊，喂，家员啊，啲天师行嗬，做唔得做唔错嘅师法模，模好喺打师分呢。村庄嘅杂货店就开啲出望行嘅油矿陈列罐顺康，唔但将卖嘅东西清有特色，连布嘅咪做得讲系古董哦。小丹，我老唔记仇啦，我布嘅虽然唔脏布嘅啦，哈，但是。一个历史啊，也有70年呢。呀，你喊你边那边来？边那边是哪边啦？哦，呀，你看啊，呀，南台的呀，边那边是以前的奶胶农行，公用大的呀，哈，做大的呀，现在做大的，做到呀，两片给天南行胶奶，胶奶罗农行，哦，将做起来的边那边。你看的。静静看，这是有看到嘞，你看那龙虹啊，龙虹啊，名一下这龙虹，你啊在边边啊吼，你啊很有人去做嘛？没人做诶，但是有人会做啦。哦，有人会做。你这样还都没做安尼物诶咩？没安尼颜料也没去调安尼，无关过龙虹啊，哦，也已经被人淘汰掉嘞。哦，但是还有龙人家会做诶，家务卡还没去边那边。个家务卡诶，木诶哈，比俺要行下久诶，有样冇样啊，有样比俺行下久诶，加个石头你看到就会吓到。哎，你那边70年嘞呢，还比你那边行久。加个至少80-90年几百年嘞。等下俺要问伊几发嘞，做得喜欢冇？做得啊，做得带人去啊。经营。你准。安排时间就做得去搞下看啦，不是安排，你下子去，来，
村长呢，喺地里边出世，里边台阶出望行人，还喺开矿村连续做为26年嘅老村长。里边嘅人事体物，佢完全非常嘅清楚。佢讲呢，出望行里边啊，应该算系全台湾保留濒危边最多嘅地方。小戴，多聊多聊哈，哎，你看。夹福个老人的母亲腰嘛哈，哦，嗯，我夹个哈，全部石头做的哈，石头做的哈，边那边，边那边哈，哎，呀哈，哎，一柜子的石头，柜子的石头，个柜子的，哎呦，看到嘞，看到嘞，全部柜子的石头，没夹别啊，小戴，哎，我今天就到介绍一下老人家啦，哎，他86岁，哎呦，哈，86岁，边那边，高麦香。也哦，当少人话，但是佮样样边个边咩想佮就话，唔当就请教佮哈。哦，错，来大追顾一下了。泰哥，来坐下坐下啊。坐下啊。来相待啊，你叫你很爱小戴就坐下啦。你好。好。嘿，小戴，是吧？哦，泰哥，来有看到你一副啊，一条青米线啦吼，一条嘿诶。杀骨做诶，系嘛？杀头大啦！杀头大诶，系哦，太杀骨大啦！太杀骨大诶！太哦，那杀个一床个太了喎！你看，破鬼按落肩部都杀多年啊！你讲那鬼斧同地黑一扎太杀骨，但出去叫杀头大，出来，出去叫杀头大，用蛮不按用，一杀杀三点钟诶。哦，用杀。你一破开来，好，如果什么卡破，如果要滚上去啦，要杀这样跳跳。打俾冷，冷，不要打到视觉吼。很快啦，不一样哟吼。哎，你真见艰难嘞，你看你杀骨暗暗的东西吼。当然，要露出来，要看到个。哦，你看你油漆露出来啊，你底部就是真见杀骨的吼，杀头做的。啊，做肩部都用杀头的啊。哎，做下面，做下面杀头，哎，哎，冇切的啊，要看得到。也做得移一下嘛。做得啦，做得啦。来，你 Q 下来看一下啦，杀骨。哎呦，哦，变多两位，两只，杀骨有几胎呢？看，从暗用看就看得出来吼。那同地的贵爹暗用，贵爹，好破出来暗用。龙来龙来西村咯，龙来西村的意思就是讲你要带下还有西村。嘿哦，也能发出西村，边个表知道我也我很有线索。嘛个意思啊？要边个表知道去咩呀？边个表你咩？知道我还有线索呢。哦，还有还有一点点留下来。哦，边个表已经真厉害耶！没想到阿琼伯伯卡竟然用暗太点嘅杀骨来戏，真件系热到爆了。你们是比吧呀？边个表？边个表啊？都也就按也就都按行，也就偷规矩都管破坏人上，知道上嘅。哈？规矩嘛该，规矩做过破坏了，按自家上个啦。哦，你讲那地不有，那地都做过呀，地都做过你无？哇，有样模样，有样咯，很厉害哦。你讲那看起来按用平平的壁，地不有东西。做过，要万光的吗？万光人做过呀。哎呦，要万光，要三个有大孔了，一孔一大来，篱笆做一字，然后就怕。用六七字做嘅，哎，哎呦，传落去当这礼拜冇咁样咯，做唔起啦。哦哟，你看用个 X 光，哎用看你阿爸吼，你有横的，哎用那个做诶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做个就诶，种诶，抽你做安胎诶啦。安胎，吉胎，抽你做安胎呀，比叔叔更加抽诶。你三个月打孔诶哟，传落去，凹按照凹啊弯咧，肿啊啦弯咧。哎呦！哎呦啊！凹板板，哎呦！也要也输个就累转累，累也就做个后，一做做好，佮什么货嘞？几好滴啦！你若凹啊，就接拉去，接拉去啊！哎呦！哦，用佮做个本身个力量。嘿呀，本身都按样是吧？按起不板了嘛？按了嘛？就打开了呗。哦，真难做个干工啊！有做工啊？哎呦，那恁个表奶没做过？表奶嘛做过？对啊，师傅来，恁做手工啊？今日清晨，韩国日本时代，猎片还是用杀骨做粮储，边呢来做饼。百年的岁月，猎片当中没流失过。本来我讲民国二十七年太地动啊，哎，这个石头啊头哈，全部就
行得好好，一副个磨方体啦。磨方体，哎，嗰个边那边有弹性咩？哎，佮杜方容易做个呀。哦，边那边杜方容易做。哎呦，意思就是讲你那副啊，吼，有一点点的弹性，哎呦，吼，地动来来之唔会方体，哎呦。做下来阿那副个啊，就唔像体重啦。唔像体重吼。你见嘛，那就七条八条用个方头咯。系哦，真是啊，吼。晓得。你比如你看啦，哈，我看整只那边那边啊，一鬼糖过个呀，哦，一全部就黑啦，哎，其实也粉过个啦，好粉过个呀，哈，杜芳啊，全部就黑奶无关，佮做个变起来啦，哦，也佮做边那边，哈，也，嗯，阿琼叔啊，哎，阿琼叔，嘿嘿，不是人说，记住晓得做阿个啦。晓得做，真是几多晓得嘞！等等，没错，阿琼爸呢，记住在做边的边，底部的边的不爱连宽。哎呀，亚威，阿伯也在空也空。哦，我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哎，阿姨，哎呦，办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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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哎呦，啊！看，看，看！哦，你真金无简单，我看啊，按动员来天秀的吼，连工作人员同你来天秀的。嗯，阿琼叔啊，哎，阿琼叔，嘿嘿，哎，不是人说，记住要得做阿的啦。晓得做，真是几多晓得嘞！哦，边那边做的讲起客家祖先发明的最早的祝年戏，阿琼伯琼西啊，就天天装逼来做边的，只爱去做个做的东西，记吼全部都无有。你看你还是在做好诶，是嘛？你看，对啊，你看你啊蛋糕是有熬过啊吼，你啊蛋糕一天会有啦，还有一级差不多会做几久啊？你有算过吗？哎，来耍！阿伯蹦蹦跳哦，肯定好些哟。蹦蹦跳，肯定好些哟。真就说我呀，蹦蹦跳，呜！哎呦，哎，泰哥，哎，问你哦，你做俩无影搭的啊？吼，还有个冰的饼啊？吼，有嘛该冇用用的？冇啦，冰的冇用用啦。要蛮要蛮。你要做俺那衣橱啊，天天铺铺子不看啦。偷偷老太家讲。其实阿琼伯啊，早就等等解约轮门业绩发了，第二日就爱来破片呢。阿琼伯大做吼，就去山方督促嘅，准备爱点一下。半夜嘅后生人，好好来看看啊。当年罗主席嘅边那边系样板板成嘅，诶，什么看佢86岁哟，好做嘅呀，吼吼，嘅数据当家又轻松哦。有糖都少冇，你啊冰的比较底部呢，只有冰的，冰的呢，眼睛啊吼，一下看冇出来，用板看呢，嘿吼嘿吼嘿吼，噔噔，冇错，阿琼爸呢，记住要做冰的比较底部的冰的，不眼睛看，系啊，系冇，系啊，轻轻轻轻做啊，我是天秀嘛。啊，还是天秀嘛？跟我讲不不跳吗？不不跳，俩时间没办法天秀，系嘛？对啊。阿琼吧，你看俩姜呢、饭呢，用不然会按用牌啊。呀，总都喊到李呆了呀。李呆。哎呀，李呆了。我想啊，板凳莫会杀出来。好，板凳。你个板凳，个板凳。板凳哈，哎呦，哦，慢慢困又按用了，又冰的哦。呀。就这了，飘起来。呀呀喂呀呀喂，阿伯也在空也空。哦，我看到看到看到，哎，阿姨，哎呦，上来。做冰的呢，食菜无限改哟，竹条要将直步中央一上一下排到斜斜。就啲假如呐，当上多人的时节，嘿嘿，马马蜂出现一个好心的人来添数了。阿总吧，你嘿你嘿嘛啥？露台。哦，你嘿露台啊、哦。对啦。哦，我来看你一下哎呦，系嘛？对啦，下摆有个专门看来啊。哎呦，兄弟哎呦合作哦，哦，亲好，感情亲好啊。啊，你嘛会做边个饼？不会啦，头摆都吃都无吃嘞。
哎呦，哦，莫怪矮矮子了会中意，就是旁边讲，哎，了了会注意，了会注意，哎呦，遐看就清清楚了吼，遐有成型啦，吼，有在型的吼。来标一炸做的嘛？无啊，唔准讲。来看一下用蛮标哦，哎呦。我偏创。我偏创哦。哎，大家有发现无？阿强把个树啊分组的角度留下来呢，挨着险棋啊莫做诶。我其实讲莫相关啦。哎呀，老人家吼实在很强呢。除了只有别我不别少了。哦，你啊种得爱用相关吼。唔吧，来做个标一棋。唔好压，我重做。来重做，拗压，拗压就有，就在上来。青钢，哦有嘞，好做对了。板号，板号，板号，板号。哎呦哎呦，啊！快快快！哦，你啊真紧无简单，我看啊。冇必要做，做太多啦。唔要做太多。变做婴儿头疼，固定的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去变好嘞。嗯，慢慢。冇办法，挺痛的啦。哎，我食食呀，唔免简单呢。嗯，我按当然来天秀诶吼，因工作人员同你来天秀咧。中都蛋糕带下，蛋糕带下，哎呦，又结啦，一个一个结，啊，又结，哎呀，我头讲咩啊？结结，哎，那将这里固定好咧，还固定了了，用传统的。索个腰，有冇？啊，我索个肚。大门快！哦，不过长诶啦。嗯。见着啊，你要做大鸡啊，大鸡是见着啊。我安做啊。哦。太铁可能啦。嗯。太铁可能啦。好。阿强把啲顺风啊，弄弄弄弄，沿街路睇佢索个呀，撞到挺多的啦。真件系第二只嘅亮相机哦，各位朋友啊，按用一色的嘅笔呢吼，就会花差唔多点嗰种嘅时间呢。加头白嘅写面，爱起贵件服嘅，吼吼，色彩冇安改哟。哦，笔嘅做好咧啦吼，做咧标到壁底背咧吼，来咧笔下啦吼。阿聪爸，来，阿亮爸，哎，你要用板。用板标到底那个诶边的壁底背，你就搞矮哈。简单讲吼。搞好就我指标的吼，指标一十条，十条得条都有大孔的。啊，大孔啊！用大孔的孔的长方差不多。几台？几台？诶，冇一寸样眼的啦。一寸啊，差不多哎呦。诶，不到一寸的呢。哦。一寸。大到哪位？大一十条大船挑。啊，大船挑啊！大船挑啊！哎呦！哎呀，就要船嘛，就船嘛，就要船出去，哎呦，船过去。差不多这么距离，这么个距离。哦，按船只一只一条。一条，这条，做好的时候，那个竹子就很长了。哎呦，你现在那上面知道这里哦，知道这里。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讲那七个行有一扎黑暗用，要做个这蛋糕这带下，像那个给行的，给行的蛋糕啊，行的蛋糕，暗藏的来做个哟哈，暗藏的做个吃跳多一吃跳一吐槽。那里有大空嘛？那要么一全部平的，平的，哎，平到蛋糕，哎呦。好，然后那边呢吼，不用上去，爱用平油啊吼，他加平油，通体就滴嘞。要蛮标，爱用标还，爱用标，还爱用标哦。哦，爱用。哎，要做个就纯透的咩？哎，一皮皮安尼，这这这这安尼，一皮这这全部都是这这这。哦。哦，等下等下等下，你讲啊吼，要全部的壁底部通体上了按用，就按用的啦，就按用。壁底部全部按的。哦，壁吼还没有抹上去的时间啊，就在按用。嘿，就忙分来就按的。来，阿琼吧，阿亮吧，来，俺们聊俩边的吼，拿去挑钱，吼，俺们要看清楚嘞，好，来，慢慢移动一下，来，阿琼吧 ，CEO， 好啊，俺们去到俩位哦，然后我来看边的壁，青岛人冇看过边的壁，底部是用板用的，对，俩哈，哦，两位阿爸同爱。太假远，小戴啊吼，根本个同体本已宽到嘞，就亲像个 X 光啊吼，有冇看过俩？俩位半成品，后背成品，还用同体，根本个从古高都已经太假宽到嘞。走得啊，有，谢坤啊，有，挥手，呀，谢坤。根本个呢，因为挨着来到俩，三本两位装备，上去后背做边个边个情形。
虽然做到喜茶喜好，不过呢，佮着希望将罗祖贤做兵的别个指挥重现伫大家的眼前。第二条个新关注，纪良沙就会国宝级的大师哦。离开阿琼白兄弟过后，村庄最后还能收集一个出望行最大的特色咯。好，村庄，天公都无咧，你突然来了，你也不会这么改，看嘛改。我咧等哈，也哦，全台湾省可能是唯一的。唯一。哈，用天然瓦斯没温泉啊，去洗身用天然瓦斯。给煮的烧水，哎呦，给日本式咧，公共浴室。哎呦，你有洗过吗？还没洗过呢。是哪边啊？好，我带你看哈。呀，哎呀呀呀，也是墓葬，以前是动脑捏咯。他来做对啊，洗身咯。哈，我带你看了哈。也是天然瓦斯，没有经过脱除的。60%的瓦斯，40%的二氧化碳。好，这个是没有处理过的瓦斯，天然瓦斯。哦，这些俩罐，要垫一批。嘿，给垫在边上。等啊等啊等啊！有嘞，哎呦喂！很生硬哈。有没？一样瓦斯。瓦斯罐啊。嘿，就瓦斯罐。瓦斯罐了哦，叫做底杯俩瓦斯油出货的呀，油出货的。哦，哎呀，就几对啊，师傅，也还一批诶，做个澡堂，你讲个洗身房，也还小火诶，起房，小火房，小火，洗身房，叫做跳落去，给多少水就烧啥，暖水诶，也，还有天冷哈，有瘾啊！给制作的哦，哈，制作的，真的，嗯，啊，他还不跟那个抢夺，有有在的，不懂嘛？啊，懂不啊？懂啊！哦，我同讲，很苗栗很安静的，嗯，哦，俺唔知有安样的地方。哦，也是以前呢，俺厨房上特色公共澡堂，公共的澡堂。哎，日本式呢？因为俺在五国全部日本式，日本人带来的文化。看见台湾有吗？也还真实的纯天然瓦斯做的啊，没有经过脱除。你工作给中调没了？天然瓦斯，就厨房替代神圣出来的瓦斯。日本式的浴堂是一片居民共同的回忆，也是神圣油的出望行，蒸油的香酥哦。联络公馆、祠堂、太府。三只黑藏的出洋故土，因为有石油，百多年来一直伫苗栗山区发光。前面的一铺一脚印，今日挨到行过了，下礼拜搬来了。